你要干什么？恭喜你啊，宋楠。多谢白总提携，我敬您。白总，谢谢你赏识宋楠。该我谢谢你，多亏了陆小姐愿意出售香芋民宿，日落海滩的收购计划才得以完成。白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并没有答应要出售香芋民宿。失陪一下。你明知道香芋民宿对我的意义，我是绝对不会卖掉它的。淼淼，宋楠，白总，我可以解释，我马上就要向他求婚了。只要我们俩一结婚，项羽就会成为我们的共同财产，那不还是我想卖就卖吗？十天，我最后再给你十天时间。白总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别给我提年龄！大殿下，您可是王府啊，您必须开枝散叶，为年轻的做出表率。还说我只是个花瓶而已啊！还说。您可以的，生孩子事儿不难。生孩子是不难，但是招惹女人变成泡沫也不难啊！还说，哎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哎，还说。女人，你要干什么？